为了让长辈学习更加侪兴趣，福兴乡环保社区特别为长辈规划行动教育课程，甲环保社区特别有诶机场、甲五分啊车等等，融入伫行动教当中。透过表演，嘛将遮特有诶地方文化，互更加侪人知影。在行动剧当中，社区规划了真侪古锥的剧情，让规个表演是更加精彩。复兴环保村的飞机场甲五分车是早期地方特有的文化，行动剧嘛特别融入这个元素，并且号名叫做火车舞。透过表演，让更加侪外地的人熟悉环保社区特有的特色。火车舞吼是阮环保村的特色，因为阮早期吼，阮的环保是。环保镇哦，迄西边有一个，有一个五分的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五分的车就是高甘蔗，吼、哦，啊，阮咧细汉时阵啊，尔吼，拢行去遐偷溜甘蔗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阮为了回忆过去，哦，那个记忆，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阮用这特色来创一个火车舞，安尼，用这火车舞吼，阮伫吼十二，吼、哦，星期六早上吼。哦啊，好，瑞信国小哈、哦，有一个校庆60周年，瑞信国小哦，60周年校庆暨哦，那个社区联合运动大会哦，啊，阮要来表演，啊，阮去讲个咧，社区的表演吼、哦、有足侪团队。沙拉社区嘛，将伫瑞信国小60周年校庆进行表演，因此长辈嘛开始积极练习，希望提出上精彩表演来予大家欣赏。新中华新闻蔡良谦、福兴采访报道。